那我其实我最近有点紧张，因为毕竟我之前好几个月每天都在表演，突然停了两个月，然后换了生活习惯，然后变成演员，所以今天表演的时候有点紧张，然后我觉得体力状况没有像以前这么好，但是不知道刚刚表演大家反应怎么样。谢谢。有一点，还是有一点，因为我体重变重了嘛，毕竟突然一下比之前重了快要8公斤。媒体朋友们，不要因为这样子突然就选刚刚拍到比较胖，帮我拍瘦一点，拜托。谢谢。突然作息变了，因为我之前像我之前我一个月唱30场，3天唱10场，每天这样子的热量消耗，突然拍戏早睡早起，3餐吃，然后又吃便当，所以就是体力变比较重，所以突然身上有这些重量要跳舞有点负担。对，我一直拍到前几天，然后像我前天连续跳了7个小时，就是希望我只有这2天的时间可以练习，所以我希望带给所有今天来到小剧场的朋友们一个好看的表演。接下来就会去戏还在拍吗？我明天晚上就要回剧组，对。所以就是这个大概会拍到什么时候？多长时间放？目前我 schedule 排到10月，所以目前还没有机会放假，我觉得我差不多到一个阶段要放假一下，让状态再更好。但是能一直这样子忙碌也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。那放假第一件想做的事情？我现在想不到哎，可能好好的让状态更好，运动，然后好好的吃。听起来有点矛盾，我知道，但是我因为压力大就会喜欢吃东西，对。今天造型呢，就是穿鞋是不是全台湾只有你一个人有？我不知道，好像还没发吧。对，那大家知道我是 sneakerhead， 所以，目前我不知道，我不确定，我不敢讲，但是好像还没发行。然后，其实我原本不是穿这样子，但是我有点选择障碍，所以昨天晚上突然在换成这一套。没有，本来是穿另外一套，然后就突然昨天晚上就是临时想说换一个样子，但是反正就是我自己私下的样子。对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中间哦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